新大学除了有财经学系之外，还有管理学院。那财经系除了大学部之外，还有硕士班，还有硕士在职专班。财经系的课程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基础的专业科目，包含了微积分、经济、统计、会计，还有财务软体应用。那第二部分是跟财经专业课程相关的，包括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公司理财，我们包含了六门的必修课程。第二大类是金融市场与机构的必修课程，也包含了六门必修课。那第三大类是跟职场接轨的企业实习，我们的实习配合单位包含了证券、期货、保险、公司行号的财务部门。好，那我应该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实习单位应该是全台湾相关领域最多的学校之一。财经系在课业的学习非常的专业丰富，在课外的学习也非常的多彩多彩多姿。好，那现在各个领域都很流行要跨领域，我们系上也跟资管系合作的企业资源规划学程，也跟新闻系合作的财经媒体学程。那这两个学程都结合了不同的领域，那培养同学有跨领域的学习，还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在大四先修硕士班的课程之前，师长们有很热心的提供了我一些选课的意见。那我觉得硕士班的课程注重思考逻辑的训练，还有意见的表达。在大四修课的时候，师长跟学长姐都对我很照顾，所以在课程衔接上我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那在大四毕业之后，正式进入硕一就读。这时候我还参加了许多系上的活动，还有校外的竞赛，也有担任教学助理。那在师长、跟同学跟学长姐的照顾之下，系务活动也顺利的结束，校外竞赛也得到不错的成绩。那我也顺利的修完了学分，以及顺利的完成了论文。那我觉得五年一贯的课程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时间少可以提早毕业，提早毕业，也省了半年的到一年的学费。那提早毕业这段时间，我可以去做交换学生，我可以提早进入职场工作赚钱，或者是我有其他的规划，都可以在这段时间完成。Thank you.
成不同的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梁老师，希望训练出来的同学们都是仪态、礼貌和专业都能够符合企业所需。非常感谢 AP 老师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在大四这阶段有那么多的实习机会。我们将秉持着该有的态度到企业实习，努力将世新的招牌打响，更为自己的未来增添许多色彩。一开始对保险的观念其实并没有很多，而且就是家里的人你会觉得保险业就是没有这么好，然后但自己去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发现，其实保险业跟自己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因为现在保险业啊，很多都是在走就是财富管理，那也因为就是透过了实习之后，才有就是对于财富管理这一块就是有更多的了解。那在实习的过程中，其实实习的主管就有跟我们讲到了说，就是你不理财，财不会理你这件的观念，所以就是一直教导大家说要怎么去理财，那也教了很多就是有关于理财观念，像是金三角还有人生的旅途。We'll be right back.
在呢，金融正在一个转型的阶段。那在我们世新财经系呢，因为早就已经预见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有好几项特色。对我们学校的，对我们系上同学来说，其实来到这里，我们不但可以学到一个最新的，我们未来前瞻性的所需要的知识还有能力，包括呢，顾客的心理，包括呢大数据的发展，包括呢我们如何利用金融来跟行销做结合，如何把心理学跟形象跟金融做结合，如何把金融跟ERP 做结合等等，所以我们世新大学财经系真的是在掌握未来趋势上是有我们的独到之处。那其实我们的师生都相处得非常非常的融洽，而且我们很重视同学们的实习，来到这边可以也去到好几个不同的，不管是银行或者是证券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等等，都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实习机会，所以也有很多跟媒体接触的机会。所以我很向同学们推荐，如果大家对于管理或者是财经未来的发展有兴趣的话，那真的是要把世新大学的财经系列为最重要的。